物件吼，也无说明书乎我，也无啥。我咧讲，上天做上好的安排啦。拜五啊吼，全员都咱钟老师迄天都十个人尔。我去，伊讲我载你来去见一个老师，我什么老师？伊讲吼是我国中文林补习班的老师。我说哦好，那我就去了。去有一个吼，有一个嘴巴歪掉的，嘴机咧讲话，你有知影讲伊是讲袂认得的。我私底下问他，我讲请问你贵姓？我姓郑。啊，你带多久了？带一个月。伊讲带一个月哦，这样够了。啊，我直接讲。啊，制度嘞，吼、哦，都王老师坐伫外边啊，王老师坐伫外边哦，伊足用心诶，哦，伊讲哦，你内行诶哦，啊，无人讲哦，啊，热要都要听制度，伊就分析我听，你知？我来第二站，我着礼拜天我着去庄老师遐，去庄老师遐看，诶，我当下有看阮有一个中风诶吼、哦，分享，患名分享，搁一个台北诶帕金森症诶，哦，这样，隔了第二个星期二，我着带三个人。来家三个人等于拢31条，三个人都是31条，所以咱的商品呐吼，我跟你讲，尤其咱慧如老师家这个磁场非常棒，你们相不相信？相信。今天你当家，大家拢来上五星好不好？好。为了咱全球吸引力，大家拢是股东啦。来，咱做这局吼，第一你要有爱心，第二你要有信心，第三你要坚持的心。